主要是买一些虾。零花钱去哪？我在马来西亚，我来这里一个月了，是我的朋友介绍过来，每天都开口岸越南排队，然后过中国的，然后下午回来。 5块钱小弟。这些人大部分在早上8点到9点的时间入境。为了能够使他们快速的通关，我们在这段时间打开所有的通道。